开放更多的合理活大片进来，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好的，因为这个压力而令到我们电影人更努力的拍更好的片子。如果只是我们关了门自己拍我们自己的电影，没有竞争的话，我想我们今天就不会有今天这种票房的成果。他们的技术科技都比我们先进，但是呢，换过话来你讲呢，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人家的片子，学了他们的东西。